韩国我也研究。哎呦，现在发现韩国挺厉害的。怎么呢？好东西都是韩国的。什么呀？什么什么？只要是好的就是韩国的。您说说。你看有句话吗？嗯。世界是我们的，世界是你们的，世界早晚是韩国人的。啊。最近弄一个载人的火箭，听说要上太阳上去。啊。那还不烧死呢？上去。他们晚上去。啊。快去。嗯啊。回来吃早点上班。这还没听说过都。据说了不起的人都是韩国人。谁呀？如来佛是韩国人。嚯、哦！耶稣韩国人。啊。很多东西都是韩国人发明的，书法韩国人发明的，啊、哦，中医韩国人发明的。那中国人发明什么了？中国人发明的韩国人。한국인들의소울푸드가뭘까요？한국을방문한외국인들이가장좋아한다는삼계탕이나갈비미국에서엄청난인기를끌고있는김밥일본에서많은인기를끌고있는간장게장등수많은음식이있지만한국인의밥상에서빠지지않는것이바로김치입니다특히최근몇년간의코로나기간동안실내활동이늘어나면서서양에서는김치만들기챌린지가있을정도로그인기를실감할수있습니다이렇게인기가있다보니주변국에서는끊임없이김치원조논란을만들었는데요특히나중국은채소절임률을파오차이라부르며한국의김치가파오차이에속한다는주장을하였는데요특히중국의유명인플루언서는김치를담그는영상을만들며김치는중국음식이라고주장하였습니다今天听说李子柒拍的泡菜视频被很多韩国人士给怼够呛哈，这事儿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这同一个东西在不同国家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么多菜系，我们差你的泡菜吗？我们冰箱里从来不放泡菜，泡菜都放在犄角旮旯。你打开普通老百姓家的冰箱呢，里面是新鲜的水果、蔬菜、鸡蛋，还有鸡鸭鱼肉啊、嗯，海参、鲍鱼，俺们全有，就不放泡菜，没地方。대부분국가에서절임률음식은존재합니다그리고중국의파오차이는한국의김치와만드는방법부터맛까지완벽하게다릅니다저도한번먹어본경험이있지만다시는먹고싶지않은맛이었습니다很多韩国人说泡菜是韩国的然后中国人说呢泡菜本身就是中国的有这样的评论韩国的网站跟中国的网站的评论我看了一下我今天想跟你们讲一下我个人的关于这个泡菜的个人意见假如说是四川泡菜啊就是一个缸里面假如说腌啊什么还有什么花椒啊还有辣椒这种东西还有蔬菜放好之后盖个盖子然后放点水完全是一个密封状态但我觉得韩国的泡菜接近假如说中国东北的蒜菜啊慢慢慢慢会发酵然后慢慢慢慢有一种蒜的味道就是在中国国内说的这个韩式泡菜其实我们韩国那边的话也不叫泡菜这样的样子的所有的泡菜我们都叫 kimchi 辣白菜泡菜的话我们叫 pechu kimchi 然后萝卜泡菜的话我们叫 mu kimchi 或者是 gakdugi 这样叫泡菜这个名称就是一个做菜的一个方式古代人就是那时候没有冰箱所以很难保管新鲜的蔬菜所以他们研究出来的应该是这个腌制办法所以全世界都有这种腌制办法俄罗斯有酸黄瓜德国的话有卷心菜假如说什么泡菜是我们国家还是你们国家的这些争论是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이런중국의김치원조논란이최근다시한번불거지고있습니다중국의유명포털사이트에는한국김치가너무비싸서한국인들중국산김치를사재기한다라는황당한검색어가인기검색어로올라가는데요중국인은질좋고값싸고신선한채소를먹을수있는데아직도매일김치를주메뉴로먹는사람이어디있겠는가김치는아질산염함량이너무높고건강에해로워서반찬으로만먹을수있고가끔몇입먹어입맛을돋울수있지만너무많지는않습니다한국인들은우리의특산물을훔쳐한국특산품인것처럼계량한뒤1인국수전골계란장전골탕등으로바꾸기도한다그리고탕후루는이미한국음식이라고주장하고있다한국의김장시즌이다가오면서김장관련재료의가격이오르다보니이런황당한인기검색어가올라간것입니다그리고동시에중국의 SNS 에서는다시한번한국의김치가중국의것이라는황당무계한영상들이올라오기시작했습니다你敢相信吗韩国人天天吃的泡菜其实大部分不是他自己生产的而是都来自中国也许会反驳我韩国的泡菜大多以萝卜大白菜为原料因此呢这两样蔬菜的价格决定着他们生产泡菜的价格萝卜白菜只要几块钱生产出来的泡菜价格呢自然也比韩国本地便宜得多你可能会说中国生产的泡菜不正宗爱面子韩国人肯定不会吃哎那你可就错了咱们为了征服韩国专门培育了多种韩国人喜欢的白菜品种并且呢深度研究了韩国泡菜的口味以至于生产出来的泡菜和韩国本地的泡菜根本就没有区别在口味相同的前提下只要韩国人不傻肯定会选择更便宜的一款泡菜
不过呢，想必他们并不知道这硬满了韩文的泡菜其实是来自咱们中国。韩国人得知真相后估计会被当场气死，毕竟自己吃个泡菜都要依赖进口，就韩国的泡菜自己也不够吃、都是中国做的，韩国的泡菜、都是山东做的，百分之进口的百分之进口占它大概百分之大概哈差不多四十，那进口这个百分之四十里面99%都从中国大陆进口，正就供应了韩国差不多30%的泡菜，所以就变成。据统计，韩国一年大约消耗80到90万吨的泡菜。正常的情况下，一颗大白菜的价格约合人民币12元。仁兆镇的泡菜逐渐形成了一个特色产业，除了出口韩国外，还卖到了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谁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泡菜的习惯称呼不再是韩国泡菜，而是山东泡菜。그렇다면중국인들은이러한소식에어떤반응들을보일까요도대체왜한국인들은왜피클을먹는지모르겠어요한국인들은왜성형수술을좋아하는가그런거보니세상에서가장뻔뻔한사람도역시한국인이었다김치가한국산이라면한국자체가중국산이다최근몇년간한국은중국문화의조직적인표절을더욱심각하게조장하는데본격적으로나서고있습니다의복음식관세등인터넷에서중국풍만화를그릴수있는예술가를많이양성하고있습니다그리고이모든것을중국을언급하지않고동양풍이라고부릅니다그냥배추를사용하면전부중국거다배추는처음부터중국에서나왔어요원재료도우리것이니까한국인들이김치를많이먹으면한국인도우리것이죠그런데요즘한국의간식10개중8개는치즈로채워져있는걸보면시간이지나면치즈도그들의것이될것같아요한국은역사를표절하고조작하는것을좋아하기때문에역사적으로문화적으로유명한인물들도한국인이라고주장한다대표적으로콜럼버스뉴턴다인예수간디알렉산더아인슈타인등을모두한국인이라고주장한다한국인은매우고귀하고고귀한사람들은단지더고귀한음식을먹고싶어할뿐입니다그리고그들은썩은배추를먹는거죠한국의김치수출을금지하는것은한국국민의생명줄을끊는것과다름없다실은현재중국은김치에관해서만이런말도안되는주장을하는것이아닙니다대표적인음식이바로타무루마라탕인데지금은그인기가사그라졌지만인기가많을당시에는또한국이중국의음식을훔쳐간다라고주장을했습니다最近有一条新财路，朋友们把中国的大米运到韩国，一趟就可以赚2000元人民币。最近在青岛机场，有一名游客超重被拦下，因为他的大小包包装满了大米。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谁会坐飞机带那么多大米，对吧？因为大米这个东西在咱们的超市随处可见，哪里都能买到啊，价格也不贵，正常3到4块，贵一点呢也就10几块人民币，中国人可以说都吃得起。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普普通通的大米啊，到了韩国就不一样了啊，价格足足翻了4倍，最贵的大米竟然达到了4到50元一斤。那么根据报道，这些背包客通常集中在青岛，这些人善于钻航空公司的空子啊，一般利用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和金卡，将行李的携带重量弄到最大，一般最少可以携带50公斤的大米，甚至啊有一些达到了100公斤。50公斤的大米成本大约是1000元，而到了首尔之后啊，价格足足翻了4倍，达到了4000元。不过朋友们也别高兴得太早啊，韩国可是号称对于全球农产品检疫最严格的国家。不过目前为止，这些大量的原食客在韩国一次也没有被查过啊。可是随着往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的话啊，那么一定会影响到国内粮食的供需关系，到时候啊，咱们的粮食价格一定会上涨。하지만현실은한국은중국에뺏기기만하고있습니다한국은물론대한민국의음식에서시작해첨단산업인반도체산업기술까지뺏기고있습니다심지어는유튜브에서는한국가수의노래저작권까지도뺏어가고있는것이중국입니다진짜로화를내야할국가는우리임에도왜본인들이화를내는걸까요혹시본인들의문화를과거에본인들손으로다태워버렸기때문에하나도남아있지않나요오늘영상도마음에드셨다면주변에공유해주시고좋아요와구독부탁합니다